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立志行善，罗马书7:18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保罗发现，虽然想要立志为善，但肉体却行不出来，因为肉体中没有良善。我常常下定决心，要用爱、忍耐、包容跟家人相处，但总是很快就会失败。立志为善却无法持续，意志总是向肉体投降，那我们就没有出路了吗？天父阿爸，你知道我常常立志行善，却总是以失败告终，尤其在与家人相处时，本想着要温柔、忍耐、有恩慈，凡事当成为你做的，但是当家人不领情、不体恤时，就会心中开始抱怨、鸣不平，先咬牙忍耐一阵，最后终于大爆发。主啊，这让我看清肉体里面确实没有良善，正如保罗所说，我们的意志总是败给肉体，难道我们走不出这样的怪圈吗？感谢主，保罗说，靠我们自己立志是行不通的，但靠你，凡事都能。主啊，帮助我不靠自我意志，每当遇见这样的难处，我就转向你，呼求你，把我的意志和肉体都降服在你面前，从你那里支取能力，请求你更新我的生命，脱离肉体的败坏，让我的生命一点一点更像你，所流露的也是你的生命气息。感谢赞美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尊名，阿们。心碎洒在我身上，除去我一切污秽，使我洁净了，使我洁净了，使我洁净了。你将信心心灵赐给我，除去我心中私心，赐给我柔心，赐给我柔心，赐给我柔心。你是要将我是泥土，你塑造我，除去我的羞辱，生命气息，你是我洁净身上，除去我一切污秽，使我洁净了，使我洁净了，使我洁净了。
生命气息，你是我。